第三十二题，请问试试实验反应速率的大小依序为何？我们根据我们所学，我们要反应快，我们希望挑的双氧水的浓度比较大的。那我们看到乙、丙、丁的浓度都比较大，接下来我们希望挑温度比较高的，我们发现呢，乙跟丁的温度呢比较高。 再来，我们看到丁是有催化剂的，所以反应会比较快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丁是反应最快的，而呢乙呢是第二快的。那么我们的丙呢是第三快的，最慢呢就是我们的甲，因为它的温度呢比较低，浓度呢也比较小，所以我们的反应快慢是丁大于乙大于丙大于甲。第三十二题问我们说，请问试试实验反应速率的大小依序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。丁大于乙大于丙大于甲。